大家，我是老田啊。今天要去杭州参加一个活动，是一个车子的一个发布会，去参加一下。我刚刚导航导了一下，大概70公里路，离我们家这边啊。晚上呢还有一个晚宴，一起吃个饭。老李可能也去。我们现在开始出发。就算全世界离开你，还有一个我来陪，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？就算全世界在下雪，就算候鸟已南飞，还有我。到地方了，我把车停在这个地下车库这里。这里我还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。你们过来是不是近一点？从那边过来？我过来一个小时。这边是个艺术小镇，我看那边很多人在那露营，那个地方。看一辆上绿版的车子，跟我们那个一样，就是把那个仪表盘改了，加了一个自动挡，座位其实是一样的，后面都一样的。这个是中顶的，这个是中轴中顶的，哎，中轴中顶的。然后带了一个中央空调嘛，然后 这里面加装中央空调了。对，是不是我太矮了，刚好能够站直在这上面，头上还有不少空间呢。哎，这个中顶的刚好。现在到酒店里面吃饭，好像说是自助餐，这个里面今天。这边还有娃娃机呢，左转是这里。下上去，好的，谢谢您。好的，谢谢您，里面请。哦，你那边去，这边就坐。好的。这么多人已经开始吃了，这个是毛笋和那个咸肉汤，自助餐每样都拿了一些，还有一盘梭子蟹炒年糕。咸肉加毛笋，它这个汤熬得特别浓，梭子蟹，肥是肥，但是这个蟹好像是冰冻蟹，不是新鲜蟹。猪蹄，红烧肉，虾，丰富还蛮丰富的，种类挺多的。炒牛河，花菜。牛柳，兔子里面很嫩的洋葱炒的煎排骨，这种类是真多啊，我每样挑了一点点。炸的这个鸡米花，我还是最喜欢吃这个兔子叶炒年糕，味道真的不错，虽然是冰冻的，但是香味还是有的。这汤汁都好，大盘子很快就被我吃完了，再搞点年糕吃吃。猪蹄，拿个盘子看看前面，取点水果。那个厨师那边是煮面的。饭已经吃饱了啊，再来一盘西瓜，最后吃一点啊。还来个这个，这五指西瓜挺方便的，还挺甜的。吃完饭等天黑了，外面还有活动，还参加个活动说。吃饱喝足啊，现在刚好6:30，天已经有点黑下来了。那边好像是一个小镇，很热闹的那个地方啊。现在来这里签到，参加一下活动，好多人已经在这边直播拍视频了。好，老师，哎，看我这儿。现在进会场，活动在这里办的。这个灯光，我的手机拍出来是蓝蓝的，啥都看不清楚。送了一个伴手礼。现在是晚上8:00多，活动也结束了，陆陆续续都出来了，我们也回家了啊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支持。